今天是多久？时隔多久？两位一起同台，那今天同台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其实一直都一样啊，只是真的，对，我只能说哪一天真的分开，一定会跟大家讲，不用猜测，对啊。增进两位的感情。其实我觉得是有啦，但是同一队就不好，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同队过这样。因为我这样讲过啊，我说我跟他在一起这十三年，前面十年都是喝酒是唯一的兴趣，他这三年就是一起打球是第二个兴趣这样子，对。好像夫妻不太适合同一组，男女朋友不要，因为都会吵架。哎，真的。对，嗯。那不同组如果有一方打输，不是更会吵架？不会啊，如果是对面组的话，打死他。通常都站对面啊。对，不太可能，对，比较不会自己。也不会啦，就是知道个性在哪里就好了。因为像我是好胜心比较强，所以如果我跟他同队，就是没表现好，我可能就会有点。会觉得就是你是说是我没表现，还是你我说我就会对会气馁一点这样。